help you? Yes. 魏东，吴姐，这么巧，你也来这家油啊？这么巧啊？怎么了？对，你快帮我看看这个卡为什么他说用不了？这台机器好像是有点问题。真的啊？好嘞。谢谢。黄蓉怎么样？她挺好的。对，我听黄蓉说你找到工作了，是在一家什么跨国公司做行政主管。对，真好，你这么快就能找到这么好的工作，恭喜你啊！谢谢吴姐。那我走了哈，魏东。好的。哎，魏东啊，我有些事情想要请你帮忙。你看啊。英子到了这儿以后啊，语言一直不太适应，她的压力就蛮大的。你有没有可能在你休息的时间来帮她补习一下呀？行，没问题。太好了，那我一个小时付你20块钱，可以吧？可以，当然可以。好好好，那你安排好你的时间就给我打电话，好吧？好的，好的。谢谢啊，再见。再见，吴姐。再见。Yes! Yes! 小花。爸爸。哎，儿子。哎呦喂！哎。怎么今天这么晚做饭呢？别提了。你给拿着玩去吧，啊！哎呦。我今天在农场摘草莓，一共就赚了27块钱。你说我接小宝，一共就晚了那么十几分钟。老师罚我20，就剩7块了。你说这为这20多块钱值得吗？那还不是为了减轻你在家里面的压力啊！我知道，明白，嗯。那以后啊，你就别这么干了。你知道今天我在加油站碰上谁了吗？谁呀？吴婷。他让我去给英子做家教，20块钱一小时，那可是比我在加油站打工多2倍还多呢。那每个月就多赚好几百啊！嗯，那房租就出来了，可不是吗？哎，对了，今天吴姐说她遇见你了，就在农场。吴婷是去吃草莓的，我在那摘草莓。你是不是跟人家吹牛说我在什么大公司找着工作了？那不为了让你有点面子啊？你这种牛你怎么能随便吹呢？我吹牛还不是因为你没本事啊！你但凡有点本事，我早开上豪车，住上豪宅了，我还至于在外面打工挣那10块20块的？行，我没本事啊，别生气。吴婷有什么本事啊？还不是仗着一个有钱的老公在那儿养着她，养着她，养着她。行了行了，哎呀，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啊！人家吴姐对咱们不错，别这么说人家啊。总的来说呢，在加拿大这边，英语的发音应该是更接近美国。哦。哎，我们在国内一般学的英语都是属于是英式的发音。嗯。对吧？嗯。应该是哪种感觉呢？就类似，比如说我们看电视，我们听到的普通话，我们听到的那种标准的普通话和从北京人嘴里说出来的普通话的那种区别，对吧？嗯。今天就到这里吧。啊，英子怎么样？哦，她其实还可以，她就是词汇量少了一点，而且尤其是课堂词汇吧。他们外国人说话比较快，嗯，带点口音，她可能一下适应不了。没关系，她很聪明，最终她可以的。哦，太谢谢了。哎，那没什么事，我就走了。你不留下来吃饭啊？哦，不了，皇上在家做了饭等我呢。哎呀，有人等真幸福。行，那我走了。等等等等啊。这是今天的，你的，谢谢。还有，这是给小宝的玩具，这些呢，
是给黄蓉的，是我一点心意啊。哎呀，胡姐，您看您这我怎么好意思？这有什么呀？大家都是中国人，出门在外，应该互相照应的。胡姐，那天在加油站，其实我不是去加油的，我是在那儿工作。那天我觉得没面子，所以我就没有说实话。现在您对我这么好，我就不好意思再骗您了。没什么呀，其实我觉得你在加油站打工挺好的，你靠自己的工作努力挣钱养活老婆孩子，我很敬重你啊。而且你看你这么有才华又肯吃苦，我相信只要熬过了这一段时间，一切都会好起来，你也一定会找到你称心的工作的。其实在国内我怎么说也算是个高管，没想到现在沦落到这个地步。我千万不要用沦落这个词啊，卫东，真的你很棒，你真的很有才华，你要对自己有信心。我从到加拿大到现在我一直都挺郁闷的，不过今天听您一说我心里开心多了。那我走了，吴姐。好的好的，慢走啊。下次见。嗯，下礼拜见。要是把他留下来跟咱们一块儿吃饭，那该多好！人家老婆孩子都等着呢。哎，他们家都搬过来了。嗯。哎呦，你们也应该这样。嗯，对，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这样。就是。吃你的饭。妈，一会儿吃完饭了，你去看电视吧。啊，我来收拾。嗨，那破电视有什么好看的呀？就那么几个讲中国话的频道。这要是在家呀，我能看100多个频道。是啊，可这不是在加拿大吗？我说这加拿大他也有老人呐，那老人就应该经常的出来啊，聚一聚，打打小麻将，钓钓鱼什么的，早晚啊再跳跳舞，既锻炼了身体，也交流了感情，那该多好啊！这边的人没这习惯。我看这边的人的习惯呢，就是发呆，呆久了就会笨，脾气也会变大。外婆，知音呐，知音呐！你说吴姐这人还真不错啊。这小宝刚吵着跟我要玩具的时候，哎，他正好给送来了。我就琢磨着小宝的衣服不够穿吧，哎，吴姐又给送来了。还送了那么多菜，这一个礼拜都不用买菜。怎么样？我说吴姐好人吧，你对人家还有成见。哎，拿来。什么？知道你备着呢，早就准备好了。来，哎，老婆，你那个鞋都破成那样了，要不然买双新鞋？那不行，这鞋得先存起来，鞋呢等打折再买。嗯，你说吴姐这么大方，你得把她抓牢了啊。这说的什么话呀？这是妈妈，我要玩那个玩具。玩什么玩啊？过生日才能玩，赶紧吃饭。